7年前，你选择没拿那笔钱，还保持了沉默，不就是为了保住江时浅吗？卖掉千元是你目前唯一的选择。我只给你一天时间考虑。等一下。怎么，想好了？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不要钱，我只要10%的股份。你还妄想对陆氏做什么？陆氏收购千元，千元就是陆氏的一部分，我只要10%的股份，为的就是在千元有一定的话语权。毕竟，这是我费尽心思创立的。可以。今日，医疗行业发生巨大变动。陆氏集团董事长召开对外记者会，宣布已和千远医疗科技创始人韩在元达成协议，不日将收购千远医疗科技。据悉，千远是由韩在元、江时浅夫妇二人共同创立，二人白。妈妈，爸爸为什么好久都没回家了？哦，爸爸出差了，过几天就回来。真的吗？那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给我带礼物吗？当然会了。我吃饱了。浅浅，你跟韩先生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，没事儿。我都跟你们这么多年了，啥时候见过你们这种状态？你俩是不是？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没事就好。江总，韩总在里面吗？韩总最近吃饭睡觉都在办公室里面，而且状态看上去不是很好。我知道了。
你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？没了千远你活不下去是吗？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一个家？家，芊芊，我不想把不好的情绪带给你和图图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告诉我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？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我们不是应该坦诚相待吗？我们之间不是应该没有隔阂吗？有问题就解决问题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我就错了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做错什么了？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，我本来一直把你当哥哥，但可能这份爱总要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不一样。我何德何能配得上你喜欢我？今天在学校挺好吧？嗯，老师有没有表扬你啊？阿姨，我想吃雪糕。行，那你在这等我，一会儿别乱跑啊。那你喂，长姐，什么？图图不见了。长姐，长姐，哎，姐姐，图图，图图呢？我刚才就是进去给他买了根雪糕，一转头就不见了。我周围的人我都问遍了，没有人注意你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手机也关机了。学校老师说他没有带回学校，去哪儿了？长心，这附近一定有监控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去找一找。孩子贪玩可能是被什么吸引住了注意力，我们分头找。孩子吗？背个书包。没见过。见过他吗？虽说我是包下了整个餐厅，但你这小屁孩也太能吃了吧。平时这些东西妈妈都不让我多吃的，现在有这么多当然要一次吃个够了。你也不怕我下毒？你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我。
怎么看出来的？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一直去找他。你这小子懂得还挺多，不愧是我的。图图，我要跟你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造成很大的打击，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。其实，我是你爸爸。